欢迎各位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根据葡萄牙媒体球报的报道，英超球会曼联将会激活波图的门将迪奥高哥斯达的解约金条款，费用高达7500万欧元。出自波图青训系统的迪奥高哥斯达，本赛季在葡超出场33次，其中有16场零封，只是失了22球。而年23岁的迪奥高哥斯达在去年的11月才同波图续约至2027年。续约之后，他的解约金条款提升到7500万欧元。根据球报的报道，曼联对他非常感兴趣。而该报道表示，波图亦都承认球员的解约金条款已经被激活了。我是阿斌，多谢各位收听。好波唔等人，即刻下载 M 直播，收睇精彩足球、篮球的赛事。